下面请您欣赏富贵逼人，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谢谢啊，刚才是高峰、栾云平啊，是啊，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啊，换我们俩人来了哈。嗯、啊，我一弄这话筒，他们有人乐，嗯，可不是乐吗？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是吧？是啊，长那么高，接树叶去。嗯高老师不错，高老师很好啊，卖力气啊，嗯，好家伙，这哈喇子，哎，至于不至于？旁边捧哏的那是我徒弟啊，小栾，栾云平啊，对，观众多喜欢啊，啊，爱看，好多观众还给咱们编了好多顺口溜呢，哦，都什么顺口溜啊？呵，听于谦，不阴天，哦，我管天儿，哎，信高峰。得永生，嚯！卖了窗户门，嗯，听听郭麒麟，哎呦，不要爹和娘，嗯，听听孟鹤堂，好家伙，这都谁编的？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这哪位热心观众编的？都是自己编的，嗯，自己编的。你以为观众有那个闲心给你们编这个了？哦，你只要一看见，哎，编的那都是自个儿编的啊，自个儿挺好。说相声的这行100多年历史了，嗯，出现了很多好演员，是有的红了，有的不红，哦，没红，你看是不是？是啊，你看有的粉不劲儿的，啊，没红透，有的呢绿不劲儿的，这怎么回事？哼，嗯，看我干嘛呀？不是，就想就哎，就为什么这个演员会绿不劲儿是吧？啊，您好好想，是是是，这就是每个人的艺术不一样。哦，当然了，嗯，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命运导致。哦，这是命，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呐，是吗？不是封建迷信。那过去人讲话，这个人在命在运，嗯啊，包括你这命里边走五行。哦，金木水火土，这是五行。哎，郭德纲木命，木命。郭德纲就是筷子木命，还是筷子木命？筷子木命。哦，哎，侯震。侯爷，主持人侯震什么命？哎，烟通火命，叫蹭点火苗。哎，嗯，孙越，他呢？簸箕土命，搓土的。哎，于老师，我马桶水命。呵哈，怎么就单我这么脏啊？就说这意思啊。你说，你比如侯震，侯震都知道，主持人侯震啊，我师弟，对，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没错。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嗨，这位是遗产，侯爷，嗯，相声世家，对，这个命里边带火，啊，这是火，烟通火命，啊，要火，确实，而且你说，就这个人太可爱了，侯爷，就你们都认识侯爷哈，都知道侯爷嘴碎，对了，啊，但是侯爷很善良，哦，人好，尤其是我们那个弟妹也特别可爱。你看哪弟妹都可爱，你，嗯，哎，这还好说心缝里去了啊。嗯，侯震这媳妇儿怎么样？单纯善良，人好，大脸蛋子。我跟侯爷一个风格。啊，大眼珠子也这样。呵，他们两口子睡觉躺那儿，嗯，炕上就跟俩盾牌似的。好家伙，摆枕头上了。嗯，俩人好之极。长都一样，结婚这么些年了，嗯，还跟新婚恋爱是一样的，感情好啊。就咱们站边上看着，就觉得很感动。哦，啊，没事了，带媳妇玩去，出去旅游啊？啊，还找我呢。嗯，师哥，哦，我跟弟妹出去玩去，都玩什么好呢？瞧，还挺像。我还给他讲，啊，喝茶呀，哦，吃饭呢，嗯，荡秋千呢。这都是您玩过的，是吧？行了，别提这个。两口子去了，哦，两口子蹦极去了，没听您的啊，蹦极去了，啊，站在那上了，多高啊？那是得高啊！吓死我，他也不敢啊啊！哦，人家两口子就玩这个，胆儿大。侯爷还劝他，嗯，就这现在玩，是吗？再过4个月，你说你生了，咱没法玩了。再4个月就生了，还玩呢？嗯，好家伙，胆儿太大了。侯奶奶站在那儿。嗯，我害怕，那就别玩了。我不敢往下跳。哦，再一个，我今儿吃的炸酱面，这怕什么呢？我要一跳下去，我能吐一下了。哎呀，
面条、菜码、蒜、炸酱、青豆、黄豆、黄瓜丝、胡萝卜丝，把都能吐出来。好家伙，吃的还真全。侯震得劝他啊，你干嘛不挑？这是一个人这叨了呢吧？这是怎么都一个味儿啊？两口子嘛。哦，侯爷侯奶奶嘛啊。哦，侯爷劝他，凭什么不挑？嗯，花了钱了。哦，花钱。哎，这不挑，我害怕。好嘛。害怕也不行。嗯，老话说得好，怎么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什么意思？侯奶奶说：“你拉倒吧。”怎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个乱七八糟，今日有个万重山。谁听得懂、啊？你说什么呢？啊！道德三皇五帝，国民夏侯商周五霸，行行道春就。你还说点正事儿不跳了？侯爷真急了啊！花完钱了。对呀、啊。下去！哎呦，推下去了。日。啊。下去了。总算跳了。一回头，侯爷看见工作人员了。嗯，你拿个绳子干嘛？啊，没绑上就给推下去了。哦，怎么样？水面上一个大盾牌，嗯，旁边都是炸酱面。好家伙，下一人也别跳了。嗯，吐的那么碎。好家伙，云是。好啊，这都什么好哥们儿？哦，这好。哎、那当然，一个侯震，嗯，一个谦儿哥。啊，又套我了，这都是我的最爱。您客气，我们真拿他当自己的亲哥哥一样，是吗？你看我老侯高峰跟谦儿哥，我们一出去，嗯，有点什么事儿，先生听于老师。就我长几岁？你包括我们吃饭往这一坐，啊，这菜单搁那儿没人点菜，非得他。这尊重我。服务员来了，郭老师，啊，吃什么呀？啊，于老师定。哎，对，尊重。是。侯老师，您看您吃点什么、啊、对呀、啊、侯老师也于老师定嘿哎高峰老师您看您点菜哎于老师定、哦、哎服务员看看的是于老师嗯、啊、要不您洗洗屁股吧干嘛呀什么意思呢他们仨都说吃于老师定好家伙是这意思吗你、啊、我都没听说过你不许乐哇哈哈！改天请你们吃饭，好不好？哎，行，咱们听于老师，于老师定，好吧？别介，您定，您定。哎、您还客气，客气。我没工夫跟你们吃饭去，我得荡秋千、喝茶、看电影去。啊、嗯、好开心啊！真的，干这行，说实在，交钱我都愿意干，真的。我不愿意干。往这儿一站，这一瞧见我发自肺腑那么痛快，哎，高兴，那是说了天亮我都愿意啊！哎，对，啊好，哎哎，你们早歇着。哎，这回来，您这不能走啊！就爱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关键是感情在这儿。是，认识二十多年了啊！我认识人家那会儿，实话实讲啊，嗯、啊，我那会儿落魄之极啊！你们老提这个，人他那会儿就已经小富婆了，嗯。我男的女的我小富婆了小富了小妇女了没就很有钱了那会儿我二十年前我各位我在北京我有时候哎呀这些人营养不良我要补一补哦我说吃个火锅吧啊点一锅子涮点白菜酸菜丝儿啊哎那个耗子杆儿都青菜柳树芽儿哎曲麻菜全是野菜过生日才加块豆腐你瞧我就惨成那样啊当年于老师人家那会儿人家那个火锅好家伙、啊、本来那火锅就外边一层纯金镀金火锅金火锅哎呦那锅里那东西好家伙 啊什么什么呀腰子、哎、肾那、啊、就类似就是这一锅牛的驴的羊的马的猪的坐在屋里坐在那儿甭吃街坊在外边好家伙谦儿跟屋炖尿呢那没听说过这干嘛这么骚气呀、啊、我这大补啊我光补了味儿怎么办呀、啊、那个顾不了许多咱跟人比得了吗啊我当年落魄的时候我穿那个西装都塑料的塑料西装那我那个帽子是地板革的还是塑料的我的大衣是宣纸的还薄啊下雨我都不敢出去怕湿了对人谦儿哥人家咱不说别的人家那会儿裤衩都貂皮的我太热了吧我撒泡尿四十来度好家伙捂的这是你不服行吗是体温上来了啊咱我那会儿啊为了工作为了吃口饭、嗯、一天到晚在北京各处奔波人家没有我不用人家就吃喝玩乐
哦，天天玩啊。哎呀，人家也有公司啊，天天赔钱不往心里去，啊，不在乎。坐在办公室里边，嗯，十多个助理围着两边，哦，大板台这一坐，叼着烟卷，我这作死呢，我这。办公室后边大匾啊、哦，四个大字写着“大展黄图”，黄图啊，我干嘛呢？跟这儿叫什么？大展红图啊！大展红图。对，我那会儿给人说相声去啊，嗯，十块钱一段我就干，啊，便宜。于老师那会儿，你九十年代人家一千块钱一段，我就贵点儿了啊。坐在屋里、嗯，我得出去找去。您要演出不要？嗯，您这庙会用人不用我来？哦，人谦儿哥，人坐屋等着。等活他的助理出去给他去谈工作，是给他谈演出，经纪人吗？哎，弄那个小名片啊，哎，写上于老师联系电话，找酒店往门缝塞。啊，我那相片穿着裙子吗？哼，干嘛？我这还是大展黄图啊！我这不是就是人家不是这个不当回事，他就怕工作多。那累啊，工作大是耶、yeah ，什么呀？人家不在乎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玩啊，啊、哦，对吧？天天这十个保镖伺候着，是走咱们玩去，哪玩？看车展去，看车展，就喜欢看车展。哦，那车展里竟是那个卖汽车的大姐姐们，是美女，哎，各式各样的啊，就啊，站在那个车旁边。这好，孙悟空和奥特曼站车边上，咱也不懂啊。哎，有的地儿那车展那个大姐姐还身上画画，人体彩绘，有吧？有。呵，站在那儿，于老儿，啊，太好了啊，画好、哎，高兴，爱看就爱看。嗯，看车展一会儿出来，买瓶奶喝、嗯、啊。我看馋了是怎么着？我什么话这叫？废话，我这怎么勾连的？这是就说这意思啊！人家想上哪儿上哪儿，啊！突然间坐在那儿，我要去非洲，我怎么了？我就要去非洲，我要看动物大迁徙。哦，那个地儿叫坦桑尼亚啊！是，我要到热带地区去坦桑尼亚，高兴说走就走啊！你说这个玩意儿，咱还得犹豫啊！我去一趟保定，存三年钱，至于不至于？人家上非洲，当时就走。站脚就走，棒球帽、大墨镜、小背心、裤衩、拖鞋 啊！那地方热，走，开车奔机场。嘿，坐了机场里边高兴，嗯，指着窗户外边是瑞雪兆丰年呢。哎，啊，冬天去的呀，这是快圣诞了吧？这就啊，好家伙，我再冻死在那儿。不是，就说这意思，到飞机上好换呢。哦，哎，到飞机上这到机场呢，说实在的啊，我头一回坐飞机时，我其实挺惭愧的。怎么了？也不摸着门，哪儿过安检，哪儿我就都不懂啊。哦，就打瞎乱了。好，人家谦儿哥到机场跟到家一样，就那么随意啊。这一过安检，等着过安检、嗯，那前面还有那个矫情的呢。是吗？凭什么把鞋还得脱了呀？哦，凭什么还得把外套脱了呀？嗯，就像我那样的，他都不懂。哦，就不脱。哎，人于老师站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啊，一丝不挂。光着了。我倒不用他劝，是吗？那是，啊，倒是也有人伺候，哎，来几个机场的警察给摁在那儿啊，哎，逮起来了，强行给他穿上啊，还得强行穿，就是有钱呐，嗯，羡慕人家呀，真的。我当年在北京，我印象很深，我租了好多年房，租房住，就是住在南城一带，哦，就那个小平房，是，哎，净租那个坛子胡同闷三爷的房，那坛子胡同是得闷三爷，嗯。那个马桶胡同抽二爷的房，哎，对，嗯，筐胡同扣大爷的房，好家伙，这都大不了。那、嗯、人家前门人有四合院，哦，赛金花办公就职，我闻着味儿去的。嗯，啊，你看人你不服行吗？人家我上那儿办公的，哎，住腻了，说出国就玩去了，就旅游去呗。羡慕于老师啊，嗯，哎，一拍脑门啊，当时、啊、哦，走，出门。我又上哪儿了？上阿富汗住些日子。我上阿富汗住些日子。阿富汗呢？啊，哇！飞机落地，嗯，于老师出来了。阿富汗有家，啊，有房。你这玩意儿你不服？嗯，哎，往外一走到海关这儿，阿富汗的海关啊，嗯、先，先生你好。这是阿富汗，这是保定啊，这是。我不会说阿富汗方言，先生你好。
先做个核酸检测。我还是没逃过去。我这个、扒着于老师这鼻子眼儿哈。啊，这好，他这歇钉子呢是怎么？哎嘿，再拔出来啊！嗯，恭喜于老师。怎么样？哎，没有问题。啊，是，连鼻子都通气儿了。嗯嗯，身体很健康。那是。但是很遗憾。怎么？这个阿富汗政府征地，您的房给拆了。拆了，你让我做完核酸，你这。万幸你不没出海关吗？是吧？哦，于老师，那不要紧的。嗯，还有房呢。我又。哎，索马里。啊，我奔海盗那儿了。改签。啊，奔索马里，哦，哎，到索马里一出来，嗯、海关等着呢。于老师，哎，好，来，带走，走。好，好家伙，没想到海盗也那么讲究。嗯嗯嗯，通完了，您是要回家啊？是。您那房啊，前些日子海盗啊存炸药来着。怎么了？存炸药不要紧呢。嗯。他们跟那儿抽烟，他们是这样啊。嗯、那是我在那儿抽烟来了。哦、因为您那屋点了。着了，现在平了，我们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了，那就没房了呗。所以说这儿没有您的家了，那怎么办？拿走，换地儿，改签。还有房，津巴布韦。我上津巴布韦，因为没有比津巴布韦更穷的国家了。对了，我也想，我先离开这穷地方行吗？哎，于老师到津巴布韦啊，到津巴布韦一落地，得到一好消息，嗯、什么？这个地方不用捅鼻子眼了。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做肠镜。行，我这回全痛快了啊。于老师高兴，啊，太好了！哎，还、哎、行，行了，行了，这还、啊、别抢！我过关的时候刚穿上啊，做长镜，啊，哎，津巴布韦的人嘛，啊，哎、大大管子哈，啊，走你！这是做长镜的，这对 对, 对，啊，这不通下水道呢吗？哎，完事做先做长镜。哦，然后于老师，您转过来，头冲这边，干嘛？胃镜，去，先做胃镜，那也得，反正是一根管子，不重要。哦、好家伙，这不换，哎，这他一看，这又不能戴，可不是不能戴吗？换地儿吧，做完了换地儿的，换地儿，哎，痛快痛快得了，我就图这去的。哎，还有房，我又上哪儿了？西伯利亚，这哪儿穷哪儿冷，我去哪儿合着？西伯利亚啊，地广人稀。没人，于家跟这儿这大别墅，好家伙，就那儿有房子。您活得比乾隆皇帝还滋润，那真滋润吗？乾隆皇帝那个卧室10平米，小。于老师在西伯利亚这个卧室1400平米，这么大卧室，而且没有房顶子，那就是住空场上了，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还弄一院墙干嘛呀？那我哎呀，都是您啊！啊，方圆没有什么街坊，就是没人。但凡有一个街坊，那就是了不起的亿万富商。是啊，哎，这个地儿太棒，有钱人。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让人觉得遗憾了。哎，因为他这个地儿啊，太冷了，就是冷了，所以上洗手间不方便。我上洗手间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它太凉了，那个地儿。太凉了，能怎么样？他6月3伏的时候是-85度。我上那儿干嘛去了？我彰显实力。彰显实力怎么彰显？有钱呀、啊，于老师有钱。这个地儿没有房，啊、让人笑话。啊，但是唯一让您觉得不便的地方就是这个，上洗手间。怎么不方便？哎呀，人呐、是动物 啊，有进就有出。是，这很正常。谁也不能说因为于老师上洗手间看不起他，是这个就不讲理了，是不是？又何况于老师在那儿的洗手间啊，3000公里大，这个比我卧室还大。嗯嗯，也没有盖儿，那肯定没有盖儿，卧室都没盖儿，厕所弄一盖儿干嘛呀？嗯嗯嗯嗯啊。但是有一点，各位，您我也不知您哪位是科学家啊？啊，因为这么冷的环境下，如果您。您去方便一下，哎，然后比如说，呵呵，怪害臊的，嗯，好害羞，好害羞啊！你先别害羞，你先把我说明白了。嗯，怎么了我这个？你呀、你比如说你肚子胀，你要去方便一下啊，接个大手。哎呦，好好肮脏啊！
你肮脏什么的？真的，我一沾说这个，我就觉得臊得很，真是我。是，我也臊得很，但是我有好奇心，你知道吗？哎呀，你怎么回事？你说，别看你没念过什么书，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哎，对，你就说吧。于老师去洗手间方便啊啊，就很雅致嘛，冰天雪地的啊，这叫雅致啊。小风一刮，心情很舒畅。哦，于老师到这儿蹲好了，嗯，苦叉啊，苦叉。行了，这不用学这声、啊嗯。之后呢？由于气温太冷，它会冻上。冻上。这个啊，炫富的机会来了。这有什么机会啊？当地人每个人出来都会带着一根棒棒。这干嘛用啊？这棒棒啊，随时方便的时候。啊、这是。你往那边打行吗？你要在咱们这儿，您可能认为是啪骑着马呢，是吧？不是，在西伯利亚不是干这个事的哦。随着打，随着方便，哦，差一点这就用不上了，哦，就没这机会了。哎，对了，哦，有花梨的，这个有紫檀的，这不糟践东西吗？这不是有金丝楠的，嚯、哦，有黄金的，有象牙的。好家伙，这是当地人炫富的手段，他们靠这个。那是每家一出门都有这个啊，这有一套，还搁套里。你行了，别放粪了，别放，多恶心呢！这个哪位来的都是啊啊，请，别客气了，哎，啪，行了，好家伙，你啊。行了，太难受了！你这干嘛？要这个啊？你光姿势那么帅也没用，你这太难受了。实用性很强，这个人都得带着他出去。嗯，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都带着出去，那就没有忘的时候吗？有。对啊，你说这不方便，你倒拿这，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玩意儿你。拿这个我没带，人有忘的时候怎么办啊？出去太慌促了。对了，没带着怎么办呢？找别人借。这玩意儿也能借？哎，于老师跟这方便面没带。对了，忘了。大姐啊，气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们俩蹲一块儿了是怎么着？这大姐不是，您也大姐啊？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你就说接大手不是就完了吗？借您的棒棒用一下。这还挺文，哎，人家也很高兴，是吗？姑娘啊，这我成大姐了，给你，他会递给你啊。哦，他递，递的时候你都是有规矩的啊。哎，这还有规矩，你要留神，因为他递的是愣啊。嘿，嚯，好，这玩意儿没闪子在嘴里边杵一下。对呀、啊，嘿，都是这样啊。你得往后让一下。哎，这是得让一下，让一下，叼他这腕子。哦，抓他手，接他手里边，就不用亮相了。哎，再啪。行，完事再还给人家，哦、谢谢，人家再接过来。嗯、行，我们俩倒谁都不嫌弃谁，你、这点好。嘿，行了，媳妇，我不借，我想着点带着就完了。啊，不是，你先等着，反正我实在弄不清楚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大好奇心呢？啊，自己没带可以找别人借。地溜，您说那荒郊野外的西伯利亚那地方，嗯，要没人怎么办呢？包场，就一人，就是于老师，哦，自己大富商于老师，别提这个，一个人，哎，闲情雅致来到此处蹲好了，对，裤衩。完事儿了，没有人，没人，对，不用亮相。这，哎呀，哦，行了，哦，你要干嘛？哎呀呀呀呀呀，啊，那也没办法，有不主意吗？也难不住于老师，怎么办呢？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哎呦，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怎么办？于老师噌就站起来了啊！找一旮旯一使劲，我怎么着？把他坐进去。我去，谢谢。
后来啊，这个别后来了，我还没离开西伯利亚呢。这是一说一乐，你这那个听相声的，您各位水平都比我们要高。是，这台下藏龙卧虎，高人啊。我们呢，特别普通的民间艺人，大伙儿一高兴就行了，一出门这些个都不用记着啊，图个乐。因为台上说的也都是假的，可不是吗？啊，你这些反正有真有假是吧？没真的。还说呢？你瞧，这个人这就没劲了，知道吗？怎么了？你看人高峰说的都是真的，怎么到我这不是真的了？高峰有什么真的？老高啊，老高快来！高峰，你说有什么真的？来吧，高老板。哎，您客气。我说的都是真的吗？完全属实。你看，怎么样？哪就完全属实？咱们吃饭是不是于老师定？没问题。那对。说的什么也不，高峰是我师弟，对对，我们仨呢，这个不是一个师傅教的，没错，哎，但是按这个辈分来说，我们是一辈的，哎，是平辈的啊。他师傅是著名相声爱好者呀，哎，您先等，到您这说话就别扭，怎么老艺术家啊，老艺术家，对对，他师傅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王二先生，哼，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怎么着？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先生，哎，犯了罪，镇压在监狱里边。哎，没有，别瞎分析，没有吗？哎，就是范先生，范先生，对，范先生，我们爷俩关系特别的好，没错啊，收了高峰，嘿，啊，很荣幸，这是感慨啊，是吗？范先生也离开我们很多年，十几年了，是不是啊？嗯，这一晃十几年，这是哎呀，感慨，这个好人不长，那个。祸害活千年，不是您什么意思？什么话？你这叫啊？不是您这说着让我们听着别扭。要尊敬老前辈，那是应该的，是不是啊？嗯，那、这个跟高老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来，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两个人。哦，我们两个人怎么了？他俩人离得近，哎，关系也好啊。我住在北京锦北边，是是啊，他们俩住在北京锦南头，大吊脚啊。这个你想干嘛呀？这我想想就开心。什么事儿？您说说。就是哥们儿交情怎么能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好。哦，因为这样啊！你说我在北边，我吃完饭说找谁遛个弯儿啊，没人住我那儿，都太远了。人家他们哥俩，哎，出来出来出来！哎，我们就有伴儿。吃饱了，俩人小区里边一遛弯儿，多好啊！消化消化食。哎，我特别羡慕。是，有时候他们俩出去遛弯也净瞧见好玩的事儿。哦，您还知道？那是都传开了。嗯，俩人走着走着，小区里边有一个小狗的便便。嗨，您说狗屎不就完了？要有公德心。对，遛狗的时候带着小铲儿，带着塑料兜，哎，给收拾了。你弄一下子，这不像话呀！就是这东西不是西伯利亚。如果说嗨，西伯利亚冻上就行了，他这玩意儿全连着、啊。好家伙，得有三十来斤这一摊。嚯，小狗小狗的便便、啊。谦儿乐了，嗯，高峰，敢吃吗？敢，这什么人性这是啊？高峰那是正人君子老古板啊！当然了，咱们说话能不能说点文雅的东西？就是，留神让人听见举报去，让人笑话。于谦说：“这在台下谁举报咱？嗯，对不对？你要敢吃了，我给你10万块钱打赌。”高峰气坏了，不是钱的事儿，你可看不起我。嗯嗯，你可看我就是最要强的人，就是了吗？计时。啊，这好嘛？我还有时速还挺快，我还哎呦吃不了，嗯，没带家伙，对呀，那就完了，对不对？嗯，凑合吧，凑合，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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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连地都舔干净了。哎呀，我都那么饿呀，我吃完了，谦儿给10万块钱，哎，这说好了的，谦儿乐了，嗯，谁出来遛弯带10万块钱呢？啊，回家给你吧，开始耍赖，俩人又往前走，嗯，又看见一堆小狗的便便。怎么那么些个？嚯，多日子没拉了，这是。嗯，俩人站着。哦，嗯，亚拉索，别唱，哪儿那么高啊？哪跟哪儿啊？高峰说：“谦儿，嗯，你敢吃不敢吃？哎，翻回来了。你要敢吃，我也给你10万块钱。”就是，谦儿乐了，他、啊、就把勺掏出来了。呵、啊，我还人家机灵啊。因为赶紧吃，谦儿胃口不好，是是啊，吃凉的醋心也省得弄一手，那是，嗯，我是讲究，那错不了啊，嗯，吃把地都咔哧干净了，哎呀，哎，高峰，呵，给我10万块，嗯，高峰乐了，你没带10万块，我能带10万块吗？多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咱俩扯平，谁也不给谁，请请，合着我们一人弄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吧？
我们俩出来就为吃这个来的是吗？像话吗？您这都一说一乐，因为观众爱听一点啊，演员背后真实的事情。不不，这不是真的啊，这可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哎，没这么回事。我更正一下啊，对，剩了一口。嗨，就这点不真的。嗯，挺好啊。是，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嗯，观众们呢，今天挺捧咱们。哎，当然了。高老师，要不给大伙儿唱一个什么？哎，可以。啊。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给大伙儿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个，我估计你最少将近一年没唱了，还真是这样。但是我天天练。你给大伙儿唱一个现代戏怎么样？就练的这个，嗓子特别的好，没错，特别冲。嗯，哎，就那个哪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打我手背上怎么样？最拿手的，练过这个，我给你帮忙。怎么帮忙？哎，咱俩人唱。我给你唱前面，要学那泰山顶上。哦、我，你唱一轻松。哦，高腔是我的，怎么样？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于老师，一会儿您给我说说。哎呦，您太客气了，机会难得。我是欣赏，没听。要唱京剧啊？您起高点啊，高一点啊，起高点、啊。要学那泰山顶上，就是这词儿。嗯，要学啊！我不是拦您啊。你说，您这人不听劝，怎么？我说，要求您稍微起高一点，你起这么低，我唱着不痛快。是不是？起高点，我这个调门就不再高点，算我求您了。要再高点，要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着？好家伙！我让你起高点，高老师，高老师，不认真，我这都听明白了。不认真，我不是不认真的事儿，我得拦您一句了。啊，您什么意思？他这调可不低了。您可不知道后边还有一翻八度唱，这最后边那是最高的，这都不算什么。他这不，你别比划了。怎么了？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我也唱。你在这儿，你这跳芭蕾舞来了是怎么的？没有，我这不提示。就对了，今天是你们俩人合作20周年，是这意思？大喜的好日子啊！今天我让你啊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看玩意儿吧，哎，你留神那貂皮裤衩啊！嗨，没事，我都坐回去了。来吧，要再高点，要再长一调，要再来来，要哎，谁踩着你了似的？你找别人，我来不了了啊！尽你所能，没法定调了。哎，要哎，勉强这就可以了。学呢，泰山顶上。划了牌来了这儿，来，一轻松，一轻松，注意啊，我听着，一轻松，小谭元寿，哎，谢谢，谁跟你握手了？啊、要脸不要脸，还伸手握手呢？你这人都看见了，你先伸的手啊！我这，你弄清楚，我伸手是让您别跟这煽动观众了。哪儿啊？就谢谢谢谢。唱多好啊！好什么？我听见什么了？就唱多好啊！我们让他认真听，他不听。我听了，你唱了吗？我就听。怎么没唱啊？什么玩意儿？没听清楚，没听见。咱白费劲了，人没听见啊？他呀，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耳朵都震聋了。你看调门太高了哈，震耳欲聋嘛，是吧？嗯，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棒了，穿林海跨雪，都真的假的？这是气冲霄汉，没问题。穿林海跨雪，气冲霄汉啊！认真听啊，穿，好，地道。林海，你看看，跨雪，还有口技，气冲，霄汉来。完了是吧？啊，注意啊，来吧，小汉呐，谢谢，多谢大哥，谢谢。哼，这回他们是如何？那可听美了，你看，听出好来了。你看见我什么了？你就听美了，那就是。你乐了，不听美了吗？我乐了，就是听美了啊！我这笑话你呢，你没看出来吗？凭什么笑话？挺认真的。哪儿啊？您这还耍腔呢？还您这都
都便秘的腔，您知道吗？哎、你这种词儿我们不爱听啊。不是，去趟津巴布韦就好了。嗨、哎、呀，还有西伯利亚，不唱着不挺好的吗？哪点不好、啊、什么呀？哪点不好啊？哪儿都不怎么样。这人他什么全看不上，你怎么弄？你这是、啊、外行，咱们再来一个吧、啊。再来一个，我就爱跟你唱 啊。我也爱就是跟您唱。哎、咱们来这个啊。啊，好，去了啊。你瞧瞧，都开始了。嗯。哦，这武戏，唱吧。哎。走，什么戏？您这是？啊、我走哪儿？你早说呀！我忘了。您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啊！啊，《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吧，认真观察、啊。我听着呢。哎，这回彻底没声了，对吧？嚯、嗯，好鞋！好、嗯、好好好好好，太棒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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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懂行的观众们，谢谢。哎，当然了，哎。这回怎么样了？声情并茂。你瞧，他还老让我给品评一下。你给指点指点，指点一下啊！哎，谈不到。你、要说评价一下，您这个艺术，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汇评价啊？您说，蛋疼。你说我们挺认真的，你这都什么评？什么玩意儿、啊？你是刚才下刀的时候拉歪了？你不是拉歪了，他来不了啊，别人啊。这玩意儿啊，不客气跟您说，您讲，这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哎，等我拿馒头去啊！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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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有他这里头，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一般人真来不了，谁都来得了。咱甭说别人，你能来吗？谁都来得了，我怎么不能来、啊？那太好了，大伙儿鼓掌，让他来这个。你来，你躲开。你说这叫抬杠，弄一高腔，你说我唱不上去，嗓子条件有限，啊、这不出声，谁不行呢？看事容易，做事难，来吧。于老师准备好了吗？问你呢，你啊，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这什么态度你？是一个吊门吧？嘿嘿，啊，哎哎哎，行嘿，你吃了猫头鹰了似的。吃那玩意儿什么动静呢？你在小区遛弯吃什么了？哎，这没有，没遛弯去，压根儿就、啊嗯。来吧，准备好了啊。嗯嗯啊，行吗？这调门啊，再高一点。哎，熟啊，尽你所能啊。呵，行好，来了啊，来吧。提前公职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虚心前站立公啊门。来这，多好！戛然而止，就等你了。来来 ，please， it's your turn。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往这道谢来了。先客气客气。哎，来来呀、啊，你不谁都能来，哥哥馒头狗都能来。可能是没有馒头吧？对呀、啊。你来、啊。哦，你们这意思，你是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哦。来，怎么样？哎，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吹呀，不谁都行吗？废话，没什么。废话，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啊、那真正到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哎，要不然我试试。你瞧，有型的，好，好不好？你试试，你唱，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嚯！啊，高不小，高点起啊，好好高点起，小好吧，来吧。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真好，嗨。你捧我干嘛呀？哎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好家伙，你甭说着废话，接着唱，再来。站立宫啊，门叫小房。谢谢啊，那个一说一乐的事儿，各位也都是老观众、老朋友们，老听过、啊、是对。今天演出的是部分的德云社演员，是叫他们出来，咱们再聊两句啊。哎、好。
我有这么些汗吗？我啊，嗯嗯，你看，要说我这个卖力气啊，嗯嗯，哎呀，这个时髦君暂时可难受了，你看。我们打那边依次介绍一下啊，那边是高峰高老板，大胖子是我徒弟杨鹤通，旁边这是于老师徒弟我干儿子冯兆阳，哎，这是我徒弟周九良，主持人是我师弟，哎，少侯爷侯震，那个行。今儿不错啊，哎，没完呢，谁呀？还辣两位呢。哦，嗨嗨嗨，行，也不是外人，不用介绍了啊。周九良，哎，来过来，来上这儿。哎，师傅，师傅，解释一下啊啊，就他们为什么一见你就喊成那样？因为我好看嘛，可能。对，他好看吗？你们爷爷，哼，就试试中医要不啊？你这你是在怎么给他们下的药啊？这主要是您的徒弟都好看，因为我们师傅就好看。嗯嗯嗯嗯嗯嗯嗯。哎，那你给大伙儿唱一句吧。哎，突然就唱了，好不好？嗯，我不知道唱什么，唱一个老旦怎么样？你学猫叫啊？学猫叫，学猫叫那是干爹的。哎，别我不唱。于老师已经不唱这个了啊。嗯，行，那就唱一个了。会，哎呦。龙须凤老旦呢啊，老旦，你是会唱老旦吗？是，就会一句，就会一句。我的天哪，来来听听这一句。哎，龙须凤年几荒尘呐。哇，真不错，真不错。好好好，回去吃药去吧，回去。哎，嗯，王兆阳快来啊。这是于老师的徒弟啊，于老师俩徒弟，郭麒麟、冯兆阳哈，我们俩俩，你给大伙儿演个什么呀？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你师父在家都教你什么了啊？报菜名。冯兆阳啊，有一个特长，他这个报菜名跟别人不一样，所有人报菜名都是蒸羊羔、蒸熊掌这么来，他那报菜名是从后边往前来的。啊，因为他当初啊学的时候，他买的那个词儿是错的。啊，来两句也行，或者打算怎样？啊，那我也唱一个。好，啊，好吧。龙须凤年又进皇城。哎，这个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其实我跟我干爹也学了好多。嗯，一些唱，比如唱一个评剧吧。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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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很多年不唱了，听听你的啊。钟楼更鼓一更敲，包拯心中似有焦。人在京中，心在陈州道，烈焰黄汉土边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刀，好身横行百姓们受煎熬，又有那过酒旁遇暗造反，聚草吞粮把兵招，失望绝路当报销，听叛乱救黎民迫在眉梢。以后一定要说是你师父教的，千万别说是我教的，可以说词儿是我给的，签儿板眼都是你师父教的啊。嗯，大胖子，快来，哎，好，回去吧。哎，好嘞。别回去，别回去，来什么呀，孩子？我也没准备。啊，我你会什么呀，胖胖？那我唱句花脸吧。哦，家伙，这是你过生日是怎么着今儿啊？来，木五官行吗？好，哟嚯，了不得了啊！还会木猪木木虎虎官虎啊！来，高老爷来日在木虎关，偶遇娃娃将谋反的宋林队，乃是个杨仙妹。可以了吧，师傅？哪儿？这一听就是冯兆阳教的啊！来这，来这杨根这个来。哎，你会木虎关吗？哦，来日在木虎关。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个，好好的啊。
啊，那给大伙儿唱一段啊。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嗯，哭一个，脱一个。啊、师傅，咱是干这个的吗？哎、看给多少钱了。嗯、那是我们的。啊，来。倒不在意，你说，嗯嗯，跳一个，你这要求有点高了。那都刚才都唱戏唱评戏的，对不对？我就别。那你来什么呀？我怕我唱不过他们啊啊！我来一个刘英歌吧，好吧？可以，好，两分钟啊，就唱两分钟，好吧？是吧？你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啊！谢谢，哎，回来，再给我两分钟。对不起，说我从来走了。再给我唱不了了。快来，邓少爷啊！来，这都认识啊！谢谢。栾云平啊！是。哎。这个给大伙儿表演一个小节目吧。这个我们确实在弄一节目，这个孟鹤堂啊、周九良啊、秦霄贤，我们正在弄一个小歌，等我学会再给大家唱，谢谢大家，是吧？他是个快递小哥，嗯。来，往前站吧，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大西厢啊。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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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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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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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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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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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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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